玉林哥来代班。今天这个任务有点艰巨。今天你是来代班那个洗头小妹。洗头。没有三两三，怎敢上梁山？洗头缺多久？三个月。我个人喜欢坐着洗啦，我们这个年纪也很怕躺，躺着躺着就再也没起来了。我帮你洗头。不要！我刚刚学了那么久，对，没有地方可以测试。不要！走。这是惩罚吧？这梳个头发会要你的命吗？厉害啦，玉林哥来代班。哎呦，我第一次来。你今天为什么特别高？你是鞋子有垫东西吗？我鞋子有垫啊。哎，你一高看起来就像名模。真的假的？有啊，走个秀来。那我们来吃。琳达走秀，你看你看，这个我有高三班的，你看。鞋垫的部分很长，很高。OK。今天呢，玉林哥来代班，他又来带玉林哥的班。对，所以我是你的小助手。今天这个任务有点艰巨。哦，是什么？哎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今天任务是什么？今天你是来代班那个洗头小妹。洗头？会不会学完洗头以后，那个小妹也请假回来了？就再也不敢给你代班。本来要帮人家代班，结果越帮越忙。大家就说怎么可能嘛？对。哎，玉林哥，你这种那个洗头事情你怎么会？哎，我偏就会，我就是天生反骨。一阵子不见，为什么你的笑声还是跟火鸡一样？而且最好笑是我们讲成这样，后面两个人都不笑。Hello， 嗨嗨嗨嗨！人家专心吃饭。你们是夫妻吗？哦，老婆有明星脸，很像演那个海角七号那一个，对不对？有人讲过，对不对？叫什么名字？田中玄惠。不是，另外那一个。茂博。当那个女鬼。茂博。对啦，我们好了，好了，一直进不去啊，没有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小妹你好，请问那个 Maggie 老师在哪里？我就是。你就是 Maggie， 怎么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？ Maggie 听起来对啊，就是美啊，对啊，没想到你更美。我今天就好好调教你。你要调教我？你是要把我绑起来是怎样？我再想想看。从事美发业多久了？36年。36年，人生短短几个秋。你就做这一行做了36年了。对，36年前你应该算上应该30岁嘛，对不对？哪有啦，玉林哥。错了啦，我发现你的特质很适合做我们这个行业。嗯，为什么？客人进来以后呢，坐在那边实在太无聊。好好讲一下。对呀，我一直很向往当设计师啊，因为啊，凡是可以把人变美变漂亮都是有福报的工作。那就从洗头开始学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从观念开始学。观念。对。面带笑容，面带笑容，这是第一个。我是平常 always 都在笑，我也爱笑。你打个大笑给那个美女听一下。这就是微笑了啊！第二个嘞，你要知道，客人进来就是要做什么服务？对，喝茶哦，按摩哦，按摩。啊，你家干没做欧诶？无呢，我做欧人啦，啊，欧人没再来哦，没来。啊，陈建州嘛没来。哈哈哈！哈，任性。跟台湾是同行，我们来给伊来啦。哎，你今天都来行的呢，外界都不晓得哦。他讲这句话就那样，因为黑人自己有开。那个美发 Eros 对啊 ，Eros 哎 ，Eros 在咱业界是算什么等级的？算那个 LV 等级。那他那个就是比较属于高级的这种了。那我们这边比较做这个社区服务型的，对啦，是这个意思。对啦，但是社区服务型在这里地方妈妈啦，地方妈妈干呼喝啊，好不喝啊那些，差点以为那个妈妈打过来。你刚吓到。好了，我们总结下来有两个很重要的观念。第一呢，对客人要保持微笑。第二呢，要给客人贴心的服务。那就从那个抓龙开始，那炸举。抓龙就是安尼抓尔，不然抓就是安尼啊，对啊。别人用感情在抓，我是用性命在抓。对啊，哎 ，Maggie， 这样是对的吗？你少一个步骤啦。对。啊，那干嘛？要帮他这样子。对啊。啊，他这样，你就是他们的老师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他们这群人 OK 吗？非常 OK， 而且真是。那个卧虎藏龙这么 OK， 而且那个 Maggie 这么肯定你们，我明天介绍你们去 Eros。哎呀，为什么你们讲话有时候都客人你好，请问我这个按摩的部分，那这个力道的部分你觉得可以吗？那这个部分我先执行这个动作，你觉得这个部分是这个部分？哎，他还了啦，还气。
给恭维们，这是因为这是什么老点没有来过的。老点什么老点就是什么老点，对，就是他完全没有来过，他不会点任何设计师哦，所以他定设计师是阳春客。哎，你换你来看看，那我们对啊，今天对不对？你要体验一下，像这个力道就太弱。好哎，我还正说这个力道太弱了，他把你抓，那我帮他抓好了。妈，我把内力传给他。基本上我们因为长期一天在工作，他也不可能说把很多的力气花在按摩上，所以只是一个服务。对了，那个就是一个意思啊，就是让客人放松啊。按摩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叫我。你会晓吗？嗯。我想问，我甲你按，你唔敢知影要按多。哦，你要甲我按，真了解。你来听我讲好安尼。我知影讲，吼，人客明白，你爱按怎对无？围这围巾吼，爱甲这毛巾塞到客人的衣服。塞到衣服里面去。对。开始有尊荣感了，你看。对啊。然后那开始按摩的时候，要先帮人家放松。先简单的压哦，真的有放松的感觉，又不用伤体啊，伤。那你如果遇到客人，他很专精那种经络那一种，弄这涌泉穴，你给他按一下后里穴，刚好在。冒后里穴，后里穴呀。你要先学洗头，要从假人头先开始啊。那洗头有分两种嘛，台式的就是坐着洗。嗯。那现在几乎年轻人都用日式的，就是躺着洗。日式比较舒服啦。对。其实坐着洗比较轻松啊，我个人喜欢坐着洗啦。那你不也年纪有鬼啊嘛？哈哈哈哈哈。我们这个年纪也很怕躺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就躺着躺着就再也没起来了。对。而且躺着躺着哦，很自然，那表情哦都中奖了，你知道吗？小鲜肉，你是小鲜肉吗？小鲜包。嘉义彭于晏。啊！有鬼啊！你知道他名字吗？玉林哥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在嘉义是要闹谁？对啊。哎，不是的。在讲尬学生的时候，刚开始尬拢讲讲吼，你要爱他，你一定要爱他，你的技术才会很神速的学会。这个东西如果说不要的话，也不能乱丢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就会回收，然后再去火化。就去火化。好啦，来啦，言归正传了，卖用讲诶，用代志对吧？要洗头以前呢，我们要把它梳开。好来，梳一梳。梳头发应该是算简单的吧，玉林哥。梳头发而已。梳头发不难啊，梳头发就是把它梳开。但是有的人头发会容易打结。我发现你没有把它当真人懂在梳耶，你可不可以对他有点爱？敷衍呢？伊莎贝拉，伊莎贝拉，伊莎贝拉的眼神。好了，那首先我们就是先用洗发精。哎，你手正粗的哦，因为都一直洗啊。岁月的痕迹，专业的历练。对啊。手好健好滑，有个哎，我看的是很感动。你不要讲，我喜欢这一切为客人服务的。要了解。那个就是职人精神啊，专业哈，来，洗发精上去之后呢，水你要要算的哦哈，因为你如果说用太多，它就滴到客人的身上，水分滴太多，对，所以你水是要不断的重复放，重复放让它有泡泡。好，我懂，不能一次摊快出来，对，不行，就是要这样。安尼，不可以滴到客人的身上。你没有，你拿的时候这个要弓形，一个弓形状，然后水要扶住，对，水倒进去，你的手就要马上扶住。哦，就是避免让那个水下来，对，就是台式的一个机器的手，要包起来。现在很少人就用台式的，因为现在学生不愿意学啊。玉林哥愿意学啊。现在我今晚想来锤了，想你去叫二度就业。我哪二度就业？我怎么如日中天？我的二度就业。所以还不能分心呢，对呀，你要拱这样子哈，它水进去以后，就这样抓成一个泡泡，然后有泡了之后再延伸，它延伸的时候是用我们的这个手指头这样。哦，延伸。哎，你别当港人，别当来。我知道。哎，这压力都大呢，真的呢，真的太对不起他了。等他，我一直希望救起他。我真的太对不起伊莎贝拉了。台式洗头，你一定要一个中心点，大拇指在这里，然后这样抓。对啊，这个中心点嘛，哎呀啊，不要这样嘛。对，那之后呢，后面的抓法就是往上，对，就是把它那还有你在疏空姐，对，然后你洗一定要让客人觉得舒服。对，伊莎贝拉，我不能给你幸福，但我可以给你舒服。我跟你讲，你有抓出这个线条？对啊，有，就是有顺。这哎，不要你这。
你就往上抓。哦哦，就这样子，就可以这样。他不可以这样。好，来。抓完泡泡了。好的，这我们就请客人来冲头。把客人来冲头。对，来。嗯。你就给他带位。对，你要给他带位。水温呢，一定要在你的手，首先是可以才能够用在客人。哎，因为每个客人喜欢的温度也不一样。对，没错。然后顺着这个头型的边缘。好，可是一不小心水就流下去了。不能不小心，真的犯错的话呢，赶快跟人家说对不起。一定要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来喽，那我示范喽。好，沿着发际线。对啊，这个真的要很小心。媒体说这个是从业人员哦，不要再叫人家什么洗头小妹，因为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。不信你们自己在家里面试看看，对不对？其实很难的。对呀。是不是差不多了？差不多了。我跟你讲啦，这个洗头你要洗到很熟练哦，绝对不是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。嗯。这可能哦，至少。妹妹，你洗头学多久？三个月。你看，光是哦这个弯腰的动作哦，你如果不是很常做的动作，连腰都会酸。真的啊，你看。Maggie， 那 Maggie 去剪头发了。哎，设计师。现在要吹头发，但是呢，我们 Maggie 总监呢也在忙啊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哎，那不如我就现学现卖，休息一下这样。你什么休息一下？我帮你洗头。哎呀，要那个，要学的，我去买尿，我刚刚学了那么久，没有地方可以测试。哎，真的啦。我不要、欸。真的啦，真的啦。我不要。走。走啦。这是惩罚吧？放心啦、啊，哎、欸，我怎么会乱搞？大家都觉得威廉神呢，嘻嘻哈哈。我们的节目是寓教于乐，也是要展现我们专业的部分。来，琳达，刚刚你在旁边，你也有学。我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你也赶快指正，好不好？哎、欸。来，温度可以吗？再冷一点点。冷一点点，这样子可以吗？你是调大吧？你那个水度冷热。哦，冷热。冷。好，这样应该可以的啦。好。哎呦，你不要那么大声小声，这样会吓到我啦！你已经闭着啊！你要沿着发际线冲。你的发际线在哪里啊？好。你要用贵的还是用便宜？我要用贵的。用贵的哦，这瓶最高级。这是什么？好像洗碗巾哦。来咯。你确定会洗哦？有啊，刚刚就是这样啊。哎，为什么洗发巾？洗发巾好像量太少。你要偶尔加一点水。对。哦，哎，为什么你的头发这么稀？洗发巾啊？哎，刚我想说奇怪，怎么洗发巾下去都没感觉？冲掉！刚刚因为做错一个动作呢，现在必须要从重新开始。真正的洗发巾来啦，香扑，对吗？这样才对啦。有泡泡了吗？有。哎，其实蛮舒服的。对呀。哎，你哥会耶？会的嘛，你看，哇，洗到后来还可以变花式，你看哦，慢一点吧。毛巾，给你，不是。天哪！就是别再假搞嘛。对，你要专心，你还是专心好了。天哪！好，按摩。哎，厉害的吧？有感觉。哎，蛮好看的哦。男生的力道很强。有中那个穴哦。有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洗了。哦，各位，这个长头发要洗到很透彻，其实真的是不容易。所以你看，他们真的都很专业，是不是？俊哥，你有在搓他吗？我搓他干嘛？就是这样，就把他冲掉，先把我的手洗没有啊，他还有一个就是头皮，你要把我的头往上，然后搓下面啊。你要搓，我怎么觉得是我自己在盯住啊？你要帮我扶啊！我要扶住是吧？对啊，搓他，让他洗得到下面。好啦，已经真的差不多了，这个真的现学现卖了哈。刚刚他说耳际线有对到，对，有对到了哈。一半对不对？然后头整个包起来对不对？哦，你的头发真的太多了啦！你有把它卷上去吗？有啊，卷它就卷不上来啊！你会不会啦？你要用紧呐！有弄紧。你没有弄紧，我都没有感觉到紧。你自己那么松。我掉！我在这位置。好，然后把我扶起来。这样子。Perfect。
不多啊，你看。弟弟，现在 Peggy 老师要教我们吹头发。对，好，吹整之前一定要抹一点点那个，是酸性，这样子哈，头发在梳的时候就会比较柔顺。哦，我也喜欢哎。对，我好紧张哦。你我都还没开始哎，就梳个头发会要你的命吗？梳完头发，然后呢？梳完头发呢，它还有点湿度，再用毛巾把它吹干。哎，它过程不直接吹就好。你直接吹，水滴会到处喷呐、啊，会喷的水滴。哎，坐在这里很舒服。对。对啊。好的。吹风机的麻烦，吹风呢，我觉得有热度，如果你直接这样要烫到头，所以你要让那个风的那个。哦，要甩甩甩甩，对，很麻烦哈。然后呢，照这样子的往后方向，不要直接射到他的头发、头皮。那、啊、我当看到他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会不会产生感情？对。现在换同一个点啦、啊。哦。会烫。我会烫。哦，这么多的头发要吹到干，很耗时间呢。所以女生吹头发真的是一件超麻烦的事。好，现在已经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干了。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帮琳达剪头发。啊？那我需要教他吗？要啊。我今天来最主要目的不是来学洗头，是来学剪头。有这种事情？好啦，现在来分区哈，他只是要修头发而已，所以就分成五区就好了。哦，分成五区。对，来，我先剪这一边，然后之后你剪这边，然后我再剪这边，再剪这边，这样 OK 吗？可以，这个真的要很专心，因为这个剪坏的话，因为琳达还有接那个洗发精的代言，对，这条头那加一个无拄好，200万 disappear。Oh my god! Oh my god!、嗯那我来试一把看看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快点，再加点。我才能八班，能八班，能八班。我刚听说你住。对。把头发拿过来。对对对，先出去帮忙剪。哎，那先休息一下啦，好，我出去那个喝个饮料。是喝饮料吗？哦，这样 OK。你不是说你头发染坏了吗？对，染坏了。因为他一直希望人家把绿色的都剪掉，就整把剪掉就好了。不行啦！我跟你讲，我的助理他全身上下只剩下头发了。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你要完成他的心愿。如果还把他的头发剪坏的话，对啊，让他出去怎么见的？对，他每天带通告这么照顾你。好啦好啦，我刚学会了，我很谨慎啊，哎，我很谨慎。有说服我坐下来，翘，让你像妙丽一样俏丽。专业的 Maggie 先帮你剪。不会坐下来不是马上给你动刀啊？可以打麻醉呀，然后马上动刀。可以的，剪坏了你要负责哦。我负责到底的，我缺一个小老婆。为什么我的命那么苦？你的问题是你吃太多。我每次露营哦，因为我就不太饿，我都没吃便当，但是我便当都是空的。我们基本上就不给你剪掉太多的头发。哦，那我们以平线的那个方式来帮你剪。前面还是有两撮啦，就跟那个展昭一样。前面还是有两个，然后后面给它剪短，对不？所以这个东西最直接。好简单。I know， 哎，这个啊，我本来要那个我来。对呀、啊。我拿那个干，哎呀，没有啊，你再剪上来，因为我原则上是要帮他剪到这里。OK， 那我还有很多，我还有很多空间可以使用嘛。你打看着，你打。我还有，啊，你一摆，一摆给他凶你啦。我想要你，我剪那个头发，你打来让我意见。感觉好像在开刀房哦。对呀，好。啊，我自己来。你的想一想我的话。哎，那为什么这么容易放掉？到底好了没有？不会输啊！我不会输。哎，林哥，你太久了啦！我太久了。我已经出来了没？不要打我！啊，为什么都没办法？因为你没有用好啊！来，你用。哦。
这样，好像在除那个草皮的感觉。来来，另外一个方法，除草皮。也是这样，它站起来的时候有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才可以用，就把杂毛都修掉。OMG！哎，怎么感觉很疗愈啊？对了，很疗愈。对啊。哎，换你，很好玩，真的啦。你真蛮好玩的。哎，很好玩，很好玩。你要相信我，我的肉眼比那个玉云哥准。哎、欸，他刚做是对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打是蛮有剪头发的天分哦。对，没错。哎、欸，你如果反骨女神当不了，就来这边上班。就来上班，而且都要一直梳子，对不对？对，要把它梳顺。剪刀或者任何的一个剪发器具，只是一个代替的。是。真正的剪头发是你的双手。像这样一步一脚印哦，假以时日，我们真的也可以上班。哦，那还好啦。对。哎、欸，今天真的收获非常多啊。你看，从一开始我们那个台式洗发、日式洗发，哎，不要看那个吹头发那个事情哦，很简单哎，那个做起来很难啊。人家说知易行难，你用看的觉得很简单，做起来很难。那洗头发，哎，那功夫不好的话，或者是哎不专心，就会弄伤客人。对，然后吵得客人不开心，那更别说剪头发。剪头发这个我不太敢啊，太用力去试。你看，好快哦。对，然后，哇塞！啊！出来呀！我说那感觉，那个型出来了啦，那个发就出来呀，对吗？哇塞，很强。36 year， 他这个36年来是白混的，剪头发干到总监，对不对？他这个没有三两三，怎敢上梁山？没有七两七，怎敢做波音77？没有8两8，哪敢吹喇叭？来99什么？没有9两9，哪敢怎么样？哪敢喝红酒？没有5两5，哪敢去跳舞？所以术业有专攻啦，没错。行行他是出状元，对呀、啊。光说不练，他是假把戏啊！哎呀 ，To see is to believe，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。One car come, one car go, two car boom。哎呀，搞的什么啦？你大。玉云哥，你刚帮我剪的那一撮呢？那撮我放在红包袋里面了。我要做纪念呢、啊。你有晚上记得去跟那个捡到的那个人托梦。好可怕！他如果长得太丑，请他把红包放回去。好了，各位，不得了啦！有在 Maggie 的巧手之下，整个人呢就亮丽啊，容光焕发起来了。保险不是给你解释的？没啊，整个变年轻了啊！哎、欸，他你看他变年轻，现在看起来大概只有40岁。今天自然雪啦，他、啊、本来我们是玉林哥来代班，是要帮到人家的忙。Maggie， 他、啊、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到底有什么事是一天就可以学会？扫地，赶紧扫地！扫地！扫地，你 OK 啦？扫啊扫，来一起扫，来一起扫，对呀。然后我们去拿扫把。好，扫地扫地。这个扫地对于这个美发店来讲是很重要的一环。好，今天谢谢大家啦。好，等一下我会继续把它扫完。有什么需要玉哥来代班的哦，赶快联络我。好，我们随时呢，啊，有时间呢就出动，然后去帮大家代班。没错。OK。好，今天 Good job。OK。拜拜。走秀 ，Action！ 哇，厉害了，不得了嘞！哇，可打不得嘞！哇！See you， 拜拜。拜拜。